玩特集，时间3:44。紅隧今日重開，跟住然之後話嗰啲拍卡機未收貨，所以話要人手嗰啲拍卡機去俾錢。理大都已經啲人差唔多走曬，淨係話嗰度發現一隻貓，亦都要盡快爭取時間去清理或者收貨。因為你知啦，呢個理大嗰個情況冇變，基本上嗰個情況係持續咗差唔多兩個禮拜，裏邊都係。亂曬，跟住食堂裏面嗰啲食材或者嗰啲廚餘都成個兩個禮拜攤喺度，跟住有啲人發咗毛，有啲就已經有追蟲喺度開始，跟住同埋有一啲已經有烏蠅啦，總之係變曬質嘅嗰啲嘢食。我嗰晚幾乎五差，仲差少少升到 level 122。喂，我估計咧，即係升到150，佢又係由開頭升翻，咩意思咧？你升到150，即係話你第二個階段完成啦。咁所以話之後就係可以輕鬆咁連升十級，啊之後又好耐嘅。你要知道現在 BFM 很耐掛，但是那個群組的社長，即是 BFM 的社長的話，整了個 Google Form 就要你就提個外掛出來，然後就給你個證據，於是說給完證據之後，那他就會跟著上去 Origin 那裡就打回個相應外掛外掛的 ID， 然後舉報，但是你舉報沒用的。但是你基本上再掛再掛，這個永遠是變的。但是基本上現在數到整個世界幾乎都有幾千萬個外掛，但我都不太估到幾多個。那為什麼凡真係外掛，必定係中國呢？因為如果你睇到新聞嘅話，就係、是、中國嗰啲地方咧，即係啲地方就好中意嗰啲整啲外掛程式，同埋整啲外掛裝置，跟住甚至就係將嗰啲外掛嗰啲商品賣俾人，所以話成日都話踢爆咗中國內地，就話有人就製造一些外掛的資料給人，於是就被人拘捕了。